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谢谢主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给我们一本很宝贵的圣经。每一次打开圣经来读，你真的会得着智慧，真的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不但是光，不但是智慧，而且是能力。出于主的话，每一句都带着能力。只要你在神的话语面前说，好，我愿意改变，神的话会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不只是想改变，愿意改变，而且有力量改变，这就是神话语的能力。谢谢主。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分享说，注意自己的话，不要说这是小毛病，不要说这是老毛病，不要说这不过是一个开场白，这不过是一个我的习惯用语，不过是口头禅。这都如果圣灵已经提醒了，哎，改一改吧。我们就说，弟兄啊，改一改吧，姐妹啊，改一百改吧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让我们有一个对神说我愿意的心。而圣经里面另外提到说，为什么要谨慎我们的说话？因为他说，如果我的话好像一个泉源的口，里面会冒出泉水来。他说，同样的一个泉源，怎么可能会冒出两种水来呢？他说，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好像那个泉水喷出来啊，颂赞和咒诅从一个泉水里面喷出来，从我的这张口里面喷出来。我的弟兄啊，这是不应当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不能够用我的口去赞美这一位创造的主，又用这张口去骂那个、辱骂那个、咒诅那个这一位创造的主所造出来的人。他说，颂赞和咒诅怎么会从同一个口里面出来呢？神造我们的口，我们可以说话，是为来赞美神的，是为了要来造就人的。有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喜欢，他说，基督徒的一生要做什么呢？照着保罗书信里面给我们的提醒，就是荣耀神，造就人，就是对人有益，也就是荣神益人。但愿我们说话有一个很高的，用我们世界上喜欢讲的话说，指导原则。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什么？我说的话可不可以荣耀神呢？我这样说话对人有没有益处呢？但愿我的口是荣神益人的，我不能这张口又说了很多赞美荣耀神的话，又辱骂了很多那些这一位荣耀的神用他的全能所造出来的人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的口不是用来咒诅的，只要祝福，不要咒诅，荣耀神，对人要有益处。